冷静点。服务品质很好，罗伦斯，我决定给你五颗星。你应该就是艾莉安公主。我就是。你提到你跟你父母有些问题存在。对，他们去了黑暗森林，回来之后他们变得有一点点不同。怎么样不同？这个吗？哦，哇哦，你没在开玩笑。他的父母是怪兽。哇哦，我一直以为只是比喻。我为什么要那么做？因为你是青少女。母后。哦，怪兽，大家整队备战。住手，他们是你们的国王跟王后。国王跟王后，为了王国的安全，那些怪兽将会被放逐到世界的边境去。如果不赶快变回原状，他们会永远当怪兽。我们得带他们离开这里。父王，母后，我们要去解开魔咒。来吧，我们走。我们会成功。一起。放下你们的武器。公主。我说放下。这是怎么看来还得说得更清楚一点。坏国王，坏王后，嘿。气交万叶陛下。父王，放他下来。